我后来发现，原来高级的食材是不需要过度烹饪的，所以只要有钱就行。啊，果然，你洗啊。这么多都要我洗吗？不然我洗吗？ 这个害怕的样子还挺像个人。哦，我这个是有设定，对多足动物和昆虫表现出颤抖和尖叫，应该就是您所说的害怕吧？这个妇女怎么老是给你加这些奇奇八八的蛊？阿尔法团队吗？过来一下。 你们把这些小龙虾给洗了，洗干净多少，回头我让管家双倍送给你。走吧，亲亲我。 你怎么这么会做饭？因为我从小一个人吃饭。你从小就自己做饭吗？也不是，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吃泡面，后来实在吃腻了，就自己弄了。虽然过程挺难的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就是吃不了别人做的饭。星期五，帮我把那个主人。 辛苦了，心里好像又发痒了。那你后来是怎么长大的？我后来发现，原来高级的食材是不需要过度烹饪的，所以只要有钱就行。果然你们的快乐我是体会不到的。